大家好，我是论点技能的 VD。虽然这个三头酒精炉看的人不是很多，但是呢，问我的人不少。有些朋友还问过这个小铝块，还有想买这个小铝块。这铝块加工成本不低，钻孔、公司，然后你还得有铝，所以说咱们用一个廉价版本就可以替代这个铝块。这个就是我新做的这个三头酒精炉。我发现大家好像有做过酒精炉经验的人呢，都倾向于再往三头或者多头上来做。我原先使用的呢是这个铝块，这个铝块呢每个头之间的间距基本上是固定的，因为它取决于这个六角铝嘛，除非你把这个六角铝再打薄，但是咱们个人打这六角铝不大现实，还得买固定规格的六角铝，所以说很费劲。今天呢就不使用它了，该使用这些东西。其实就是 Y 字跟十字的格林宝塔头，这个底座呢，瞅着挺磕碜的。这是拿临潼焊条焊的，其实临潼焊条比较好焊接，就使用一把喷枪就可以直接焊铜了。临潼焊条也贼便宜，所以说它造价成本更低，焊接焊完了之后根本没必要担心它漏气，它根本不会漏气，它也不会融化。非常非常的稳固，但是呢，我发现一件事儿，我焊的这个是 PPL 嘛，它没有 PL 给力。PL 你给我如果焊到这儿的话，你看它会高出来一些，高出来一些不说，主要问题是什么？如果这个 PPL 它在这个情况下焊接的时候，或者在竖着焊放着的时候，这样焊接，拿那个喷枪在这烤的时候，拿着喷枪在这烤的时候，那个临潼焊条这个融化了之后呢，就会往流到这个螺纹里。如果你拿这个 PL 呢，因为它这块多出来一块，它不容易流到这个螺纹里。其实我这里面就有拿流到螺纹里了，我就拿公丝重新给公的丝。要不然你看这地方，看着我打磨的，这是它都流到这个螺纹里了。尤其是接口处需要360度焊接的情况下，你整不好它就流进去了。除非你一直是这样劈叉焊接，劈叉焊接完还好倒，整个东西垫着还得。我就当时就这么。正面焊，焊完反面焊，反正终究还是流进去一些。如果用 PL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这 PPL 就会，因为 PPL 毕竟短嘛。这个就是焊接的时候大家要注意的吧。我焊接的时候，由于我这个摄像机在上方，所以说我这么一开火，摄像机就过热，没得办法，录不下来。但是这一把喷枪喷头，估计 DIY 的朋友们都有吧。所以说这个方法可能更好，还可以拿这个做出四头。我这个不就是三头吗？还可以拿这个做出四头。我这个是截掉了一块，你要不截掉的话，它会过长。它每个头之间截掉了一块，现在这个头之间才有距离，才有这么点的距离。如果不截掉的话，它可能会是这样，它可能会是这样，离得太远了，这样不截掉一股了吗？中间焊了一个小边镜，这个边镜里面直接就这边镜是 M 十的吧？它就直接拧到这顶上了。这把中间进气儿就不会有之前有朋友说从侧边进气儿可能会影响到三个口压力不同，其实这么点小件儿吧，可以看作是绝热的，因为这个件儿小嘛，而且它导热速度快，其实单入口所有出口压力是相等的，但是非理想条件下，可能三个出口是不均等的，因为比如你底下过热，不是比如底下过冷，比如这个铝垫底下过冷，特别特别凉某地方是有可能的，所以变成这种。这把就是中间孔位与旁边都是等距了，中孔与三孔都等距了，所以说也不会有什么问题。而且这玩意儿梆梆硬，啥问题都没有。焊完了之后老硬了，应该现在这个状态就已经挺完美了。虽然它瞅着比较磕碜，其实你拿酸泡一下就好了，拿酸泡一下就不这色了。但是我就懒得整了，就这么对付使呗。呀，我忘说这个直径了，Y10内八基本上是，这应该是 PPL610，这是 PPL610，它这外面是它这个。螺纹是 M 十的，应该接，PPL 608，我这儿好像这是零八啊，正好。但是这个 Y 叉呀，它这个里面的内径啊，有的加大，有的加小，其实还是买最小的好。你看我这个就是我买的一个残次品，这是8.5，我现在焊到这上面的这个内径应该是8.0左右，8.1好像是焊到这上面。不同商家卖的这个宝塔头，它内部的内径是不一样的。
推荐大家买的时候自己看一下吧。如果你看这种歪镜石的大家伙，哎，它正好，你看这个严丝合缝，它这个就严丝合缝啊，一点都不晃。但是你看我这个呢，啊，就晃，这个就一点都不晃，站好焊接正正好好，非常非常稳妥。在中间这样开个口，然后拿一个直筒插在上面。同时，如果你要是就过短的话，哎呀，这个 PPL 吧还可以截掉一轱辘，截掉一轱辘，因为它只留外面这一小点都是可以焊接的，把它截一轱辘。这个可能也会过长，到时候把它截一轱辘，直接嘣放进去就 OK 了。这样的话就能 DIY 出来这种三头或者是四头的九镜轱。还有就是大家拿到这些所有的头之后啊，会发现啊，可能你按照某些参数来制作并不能 DIY 成功。为什么？我给大家看一下子你就知道了。我看啊，我看一下吧。正常我买了五六家，但是咱现在已经挑出来四家了。这四家最明显，一眼就能看出来。先把他俩拿到边上去啊，前两把其中一个拿过来，哪个好看点，哪个好看一点，这个好看一点，拿这个好看一点，先把他俩放旁边看。这现在是四家的头，现在这是四家的头。看这个头瞅着克数就明显要好一些，咱们给他们都翻过来，你瞅瞅后面你就应该更加明白了，他们每一家的头有什么区别。看这几个盾体应该明白吧，看这几个锥体你应该明白了。看这家还有这家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了啊，基本上属于平的了。他们每一家都不一样，而且这是同一家，他俩是同一家的，明显看到这个孔要比这个孔小，而且开的角度不同，它更大一些，而且它这个盖儿上面这个圆盖更小一些，它的角更轻，更往左右轻一些，它呢更竖直一些。另外这四家，每一家都是不同的，每一家都不一样，大小薄厚都不一样。咱们再来看侧面，大家懂了。哎呀，这个想给它整直，把它尺过来。看这四家，薄厚是不等的。看，依次是它最厚，它第二，它第三，它最薄。啊，每一家都是不同的。咱们来看底下也一样，这什么？这是个趴趴山。哎呀，这个挺坚挺，这个最坚挺。哎呀，这个最大。他们每一个都不一样，大家能瞅清楚吧？应该在这个角度应该能瞅清楚，估计应该能瞅清楚。我这样式的呢，我看一眼啊。这样式的呢应该就能瞅清楚了吧，每一家的中间这个角都是不一样的。我再给拿一个，这个也是，他们也不一样。这是五家，一共现在咱们这一共是拿了五家的东西，五家五个样，五家六个样，现在买了五家东西，一共六个样，五家六个样，同一家还不一样呢。他俩是同一家的，但是也居然也不一样。而且你能发现这个也是他俩的，这个他俩中间也不一样，这个高这个矮中间。所以这真的没有办法规范，同一家同批次都不一样。这个就不看了，咱们来看这个火头，这个火头你也能看出来，从上面的螺纹就能看出来这是两家的东西。往底下能看着啊，这面这个里面没有这个小锥体，同时高度也是不一样的。从打孔的这个规整方面都能看出来，这家打孔更随意一些。这家就不是。看这个小喷管也能看出来，每一家也是不同的。这一共是四，应该是四家的喷管，很容易的就能看出来这是四家的喷管。等着这家呢就比较薄，这家也比较薄，这家就很厚，这家也比较厚。哎，它好像跟这个是一家的。最明显的是它仨，最明显的是这三家。我拿手捏都能捏出来，你能发现看这个了吗？这个的螺纹就比较长，这个的螺纹就比较短，可能现在有这个生料带，你还会感觉
你会感觉视觉效果不明显，但是现在就明显了，你能看到这个长，这个短，这个呢其实也挺长，但是呢它这块就很厚，它这块就比那俩就厚，它们都是不一样的，它内部也不一样。这个呢里面的这个喷嘴呢周围呢就比较粗，这个里面喷嘴就会贼细贼细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定制化，任何一个朋友可能拿出来不一样的件儿 ，DIY 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并没有之前那个节能灶头那么规范。其实那个节能灶头好像我记得也有的家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东西并不能一蹴而就，大家所有的东西都一样才可以，就需要。大家懂得怎么调试啊，懂得改喷口啊，或者什么这个那的，来自己解决。推荐大家不用像我似的使用这么长的管啊，我就乐意使长管。一会儿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子，同样喷嘴直径下换不同的火头，就有的头就不能着火，有的头着火效果就很好，有的头还会回火。长管天生爱回火啊，短管能强不少。所以说我推荐大家。不要像我似的一直使用这种长管，这个呢是我做的其中一个热管，但是呢这种方式呢我感觉不好，这种方式太差了，这种方式更适合烧气儿，因为它热度不集中。然后是这种呢也能过火盘，但是因为它是铝的原因，不是因为它是铜的原因，所以说还能撑得住吧。这个呢是四毫米的不锈钢管，我拿四毫米不锈钢管做的，它的效果就很好，中间这个圈呢还可以形成一定的稳延区，但是我这个圈它歪到一面去了，中间这个小火圈呢应该如果要是能正正好好做在中心，这个就完美了。而且后来我发现这个火焰你扩大喷口的情况下，这个火焰还可以升到稍微稍稍高一些，所以说我现在感觉那种就是这种三盘的管做到顶上现在也不违和了，盘成拿四毫米的盘成这种坐在上面应该也是可以的，但是我就不盘了，因为我手上没有铜丝了，这些呢都是不锈钢管，这两个都是不锈钢管，内部填充的都是铜丝，他现在填充的也是铜丝。以前我有一工就爱使铜网，铜网这个东西呢怎么说呢，它有横丝，不光有竖丝还有横丝，就什么不光有精丝还有尾丝，它塞到里面就如果某地方处理不好，可能就造成某地方局部压力过高。铜丝由于全是顺向的，所以说它不会出现局部压力过高的情况。最好铜丝就是你是一点都不拧，直接就这么薅进来，哎那样的情况下，这个一般这个铜管铜丝才算是最合格的。如果你进行了拧呢，也没有问题。但是最好呢，就不要像某一阶段。特别粗那种，它会造成的这个铜管局部压力过高，这样的话也容易造成你的管损坏。当然其实这个火头呢未必非得就使这种也是可以的，是个小火团挺好玩的，也大家也可以试试这个头，然后还有这种头，还有这个大头，反正这头可选的也多，你就乐意按什么头按什么头，当然每种头都有不同的效果，大家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嘛，玩的开心就好，是不是？希望大家都能成功的做出自己的多头九井炉，感觉有用的话给个点赞三连强推什么的，谢谢了。